可以用这个彩色的笔是吧？先说我的吗？你是啥？他这个其实看起来像，就是脸其实有点像兔子，但我其实画的是个熊，但是我忘了那个熊二长什么样子。但是它确实是那个动画片里面熊大跟熊二里面那个熊二。我为什么我画一个熊二呢？因为就是在队伍里面是就是他们俩会扮演熊大的角色，然后我是属于熊二那种比较懒，然后天天被熊大骂，不让光头强感受的那种角色，然后比较爱吃，比较爱睡，所以我画了一个熊二，我觉得比较符合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